到铁花村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嗨，你们好。现在表演开始哦，所以如果还在点饮料的朋友，或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进来的朋友呢，现在都可以慢慢进来我们今天的表演舞台蓝色小屋里面。那今天这个舞台呢是自由舞台，每周三的一个固定的演出，唱作剧家剧是聚在一起的剧。那铁花村平常呢每周三到周日都会有音乐性的演出。那今天呢会有这样的舞台，主要是希望就是热爱喜欢音乐热爱舞台的朋友们，在固定的时间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，那可以有这样的舞台呢，可以在台上不论是分享自己的创作啊，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歌、自己喜欢的故事，或者是一些你想要分享的，都可以透过我们每周三的音乐节目，那可以在这边分享给来到铁花村听音乐的朋友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做喇哇。嗨，嗨，你们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每组的今天都会总共会有六组的表演的朋友，目前只有一组。那我相信待会陆陆续续都会有报名的朋友。那有没有第一次来到铁花村？第一次来到铁花村，有吗？好，有好几次来到铁花村的人，好，欢迎你们。卡努恰，卡努恰，卡努恰的朋友吗？卡努恰是这边的常客，对，每天很常都会来。也谢谢卡努恰。他是我的老师。什么方面的？中文老师还是音乐老师？都有，都有。心灵导师那个里面的。里面，在里面。还有，还有压力，现在。哦，真的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好，那我今天。今天陪组可以怎么样 ？He can handle it. He can. No problem. Oh, no problem. Yeah, 不要紧张。我们等一下都会有机会让今天有报名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。那讲一下规则好了，就是每一组呢，就是今天有六组嘛，所以每一组大约有15分钟，三首歌的时间，可以在这个你们的时间当中呢，可以。不论是分享创作、分享自己喜欢音乐，或是你想要分享的，都可以来到这边。那今天这舞台呢，我们都不知道会有谁来，因为这是现场报名的。然后我们每周三晚上7点呢，都会做现场。我们不接受那个电话预约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你一定要来现场，亲自填上你的名字这样。那我是主持人，我也会带来几首歌作为开场，然后接下来就交给今天报名的朋友，好吗？好。你们第一次来吗？好几次？500次？有500次吗？那我是喇哇，我也是铁花村的工作人员。那其实唱作剧家总共有4个主持人，我是其中一个，然后我们都会轮流。那每个主持人呢的风格或是喜欢的曲风啊，带来的歌曲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每个礼拜都会有不一样新的感觉，或者是一些新的歌曲可以听。那今天呢，就只要到吧台点一杯饮品就可以进来，非常的划算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有点饮料吗？是精神性吗？就是喝完会有点说心事的那一种饮料吗？之类的，但是有喝酒就记得不要开车吼，不要为难警察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说啊，你们平常来铁花村只是听音乐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那个铁花好店，就是会贩售一些铁花村的文创商品，还有来自台湾各地的文创商品，也有好听歌手的 CD。那我身上这一件就是我们铁花村自己的那个文创商品，就是有毛巾啊，夏天快到了就很需要毛巾，然后还有 T 恤，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，还有刚刚讲的不要为难警察，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商品，还有毛巾。好，我大概介绍完了，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唱作俱佳。那唱作俱佳在开春以来，铁花村，有没有人知道铁花村今年是第几年？没有礼物，
用猜的。十年。刚刚后面的先生是说四年吗？哦，小姐是说十年，然后后面先生说四年，没错，我们今年十年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在这十年有大家的参与。好，我一直讲话。那我今天带来两首开场曲之后，就会欢迎我们今天报名的朋友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可能在台下，你很想要上台，你就不要害羞，因为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不是只是坐在台下，而是在台上看着大家。对，四组了。啊？四组了。已经有四组朋友了，是不是？很棒。好。那我唱完就真的要把时间交给大家，今天舞台是大家的，好，不是主持人的。那我今天第一首我要再来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，它是来自彭佳慧，有听过彭佳慧吗？她的一首歌叫《风流女声》，我很常唱这一首歌。你们可以帮我打节拍啊，或是弹。站在地下的门口，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，我说天哪，我到底在做些什么？对着你的镜子好想说 hello， 巷子里的小狗好像想咬我，我说疯了，我是不是在彭佳慧的歌，喜欢可以听原版，因为原版就。